公元前562年，尼布贾尼撒二世突然得病暴毙，这一死讯来得太突然，出乎人们的意料，巴比伦帝国的政局骤然恶化，许多人开始卷入争夺王位之战。在五年的时间里换了三个国王，最后王权落在了尼布贾尼撒二世女婿纳波尼德斯的手里。传说在纳波尼德斯继位的时候，巴比伦的守护神马尔杜克曾经托梦给他，让他重修月神星在哈兰的庙宇。哈兰是前叙利亚的城市，当时在米底人的手里。纳波尼德斯表示自己做不到，也没有办法休憩。马尔杜克只好向他泄密了天机，说在不久的将来，米底人不再是威胁，他们和他们的土地以及支持他们的王都都会消失，不复存在。三年后，我让居鲁士驱逐他们。居鲁士是波斯的一位王子，也是后来波斯帝国的开国大帝，他的外公是米底国王，后来他要反抗外公的统治。趁此时机，纳波尼德斯征服了哈兰，开始重修月神在哈兰的庙宇。但是这个月神并不是巴比伦人的月神，这样巴比伦的祭司非常不满。而纳波尼德斯通过修月神神庙大肆收敛钱财，也引起了巴比伦和其他城市的反抗。纳波尼德斯无心管理朝政，离开了巴比伦十年之久，把朝政交给他的儿子管理。朝中的大臣对他非常不满，认为他放弃国家而不顾。波斯人灭了米底王国和小亚的吕底亚王国之后，使巴比伦处于了半包围的状态。公元前539年，居鲁士下令进攻巴比伦城，但纳波尼德斯并没有把波斯人放在眼里。当他听说居鲁士前来进攻时，非常轻敌，没有做一丝准备。他自诩巴比伦城固若金汤，城外还有护城河，凭借天堑之险，他料想波斯军队奈何不得。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波斯军队只是利用国内反对他的巴比伦贵族，轻而易举就打开了城门。巴比伦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陷落，纳波尼德斯束手就擒，沦为了俘虏。居鲁士看到这座城时曾经大加赞赏，决定把波斯帝国的首都迁到巴比伦城。就此前后存在不足100年的新巴比伦王国，经过短暂的灿烂就灭亡了。但他统治期间是两河流域历史上奴隶制经济最繁荣的时期，他的灭亡，两河流域独立发展的历史也就中断了。从此以后，他长时间的处于各外族入侵和统治之下，直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并统治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3500年的历史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好了，巴比伦的历史就说到这儿，下次见。